个足球从外观上看和普通足球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功能上却大不相同。它不仅可以踢，还可以发电，并作为充电宝使用。这个足球名叫 Soccer， 是由 Uncharted Play 公司研发的可充电足球。这个足球采用防水 EVA 泡沫和皮革制成，不仅结实，还不用充气，踢球也不会损坏它的内部结构。足球里面有一个小摆锤，在球滚动的时候，摆锤的摇摆产生动力，促使一个与可充电电池相连的发电机产生旋转，所发的电被内置可充电的电池存储了起来。存储的电能可以通过球上机盖之后出现的 USB 插口连接一些小型电器，比如小风扇、小台灯、手机等等。 Socket 踢30分钟所产生的电量能为6瓦的 LED 灯供电3个小时，一场比赛下来 Socket 便可完成充电，并持续供电超过72小时。 Uncharted Play 已经在南非、墨西哥和巴西的一些贫穷社区测试了这种发电足球，并称这项技术是拥有基本电网的贫穷地区的理想之选。它的出现能给发展中国家带去无能源发电，这对于这些地区的孩子们来说，夜间读书完全够了。真正的科技充满着善意，是有温度的，会给需要它的人送去温暖，带去光明和希望。